The new Seaside Festival has attracted an array of productions, with lovers of theater flocking to ARANYA to be part of these out-of-the-ordinary performances. With natural scenery as backdrop, both producers and visitors share with us about their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s. <音>对，然后呢，主办方也没给我们下通缉令，给了我们宣传，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，让我们认识到如此美妙的戏剧家，还有其他艺术家。昨天我看了很多戏，然后也非常的兴奋。就我觉得特别浪漫，我第一场因为没有宣传，只有一个观众，我们这一场人准时开点，给那一个观众，然后演出完，刚好那天天气特别热，然后黄昏的时候，我们跟观众一起还合了个影，我觉得特别珍贵，这张合影。这个事情就发生在6月11号下午6:16，对对对，必须要知道的是，你来参加的是戏剧节。 不是音乐节，也不是 party，对，所以重点应该放在戏剧上，而不是结束的 after party 或者什么的，不是那些，是关注戏剧本身。一些功课。对对对，其实必须的功课来说的话，就是你得了解什么是戏剧吧。你不是来看电影的，不是一个荧幕上面你要去看这些东西，而是说你要看现场的演员的表演，以及一些对于临场反应的一些应对。而且我们是如何通过戏剧的手法来表达戏剧整个本身的，而不是说通过电影的手法来表达。这次的艺术节，都是那种戏剧的表现形式，都可能都是最新的这些戏剧的表现形式，跟我们之前的人艺啊什么这些传统的可能都不太一样。但是我觉得它就代表着阿那亚的追求吧。